加拿大英文流行榜2022二月第四周排行榜第十位新上榜歌曲《蔚蓝》Little Miss Janice 话你知，唔需要为任何事物强迫自己，亦都唔需要为自己嘅率性而羞耻。第九位新上榜歌曲谢安琪《团圆说》。在冬天咁冻嘅时间，最温暖内心嘅莫过于天伦之乐。阿 K 就用呢样嘢作为创作意念。第八位姜涛《镜中镜》，上星期第四位下跌四级。第七位新上榜歌曲Tyson Yoshi 嘅《That Guy》，灵感嚟自当年佢暗恋女朋友 Christy 嘅感受。Tyson 将当时同时追求 Christy 嗰啲人就叫做 That Guy。第六位亦系上个星期嘅第六位，李幸毅 IDK。第五位 MC 张天赋时候不早，上个星期喺第七位上升咗两级。第四位叶巧林难道我还未够难，上个星期第五位上升一级。每天生还已是极难。新上榜歌曲张曼芝一样，一上榜就得到季军位置，表达对于事情无法估计的无力感，所以可以快乐的时候就要尽情一点了。今天昨天明天第二位谭嘉怡 Eyes on me， 上星期第十位，今个礼拜突飞猛进，上升了八个位置，成为亚军歌曲。上星期亚军歌曲姜涛 featuring Ega 江海嘉的 I Know， 今个礼拜得到冠军位置，恭喜姜涛和 Ega。 越痛苦就心里的缺口要怎么补救，我没想跟他公开的得到这世界的祝福。加拿大 A1 流行榜2022诚意邀请你每星期投票选出你心目中头三位歌曲，记得去到星岛 A1 中文电台网站 a1chineseradio.ca， 右边就会找到投票表格，留意我们电台 Facebook、IG 和 YouTube 频道公布每星期的排行榜了。